考完试的同学，我们就一起来玩。你说我猜吧。有一个歌，什么《闽南山》呢？什么不会唱？闽南歌，闽南歌，闽南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十二星座其中一个，男生的另外一个。天蝎、摩羯、摩羯、处男座。没有吃青菜，还有水果会导致便秘，便秘，便秘，便秘。哎，对，你又猜对了，太强了吧！好厉害。哎，不对，李一翔，你怎么没在这？翟老师补考完了吗？莫名其妙。